是使用这个名字来做原创。我自己讲话就是要跟就是当地的什么这样的关系。哇，那它有一种它本身的板材一种特质，然后性格还蛮强烈的，然后对它的像铜板画，它很容易表达这种纤细，纤细的一种味道，我感觉它有一种很强烈的文学的这种意味在里面。那对，因为创作基本上就是说选择一个东西，可以传达自己。可以表达出自己的感觉，所以我觉得他还蛮有这个特色的。对，因为就是那个审美观，因为我有朋友在做，他们都是因为我做的超多，不过其实说起来，我想的是那种人生阶段。过去毕竟是一个比较年轻的创作者，然后有一些企图心的感触。那随着年纪，现在已经自己生活有改变，那有家庭，然后年轻的某些东西也渐渐需要等于说转换。那就开始觉得说生活是一个很珍贵的事情，对，就是专注于生活里面去，从生活里面去得到。因为毕竟每个人的生活都是不太好的，应该说是最直接、最亲近的一种，就是不管是取材啊，或者说乐趣啊的来源这样子，所以就是很自然的就从生活里面去组织，对。发现就是跟以前年轻的想法不大一样，现在我觉得会有这种需要，不管是创作上，或者是想要看待很多人生的事情，对，然后觉得说，我觉得人需要这种新的观点跟心态，比如说这种，我发现是一种放松的心态去看待事情。结果发现是对创作帮助很大，因为不断在创作中，太紧绷的东西，然后借由打坐，说一些想有点宗教性的那种啊，这方面的事，然后让那个心越震荡越大，然后就转发一些其实像我们发现很容易知道自己创作在表达什么，需要去讲一些这件事情。对啊，这样子。